Hello，欢迎大家来到影子的游戏空间。爆箱喽！哦，开始了。有了。我接个电话，不好意思哦。这个角色大概要中我了，有够白痴，但是可以试试看。我们有 ADC，我们有两个 ADC。不会吧？可以解锁吗？我想解锁，解不了了。Login 以后就解不了了。解不了，你看到 login 上面是不是有个 auto skill 跟 auto item？ 你点上去 auto item 就是自动帮你买装，auto skill 就是自动帮你点超市。两个都不要。那你不要待在基地太久，我觉得你会待在基地很久。没有啦，他 ADC 买的装应该跟刚刚那只差不多吧，就是买点攻速嘛，我在想，大概就这样子。你玩 ADC 你就买他建议你买的装就对了。对，其实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想的，就买剑印的装，但是我感觉他剑印的装好像不够打，我才换别的装，就买全身吸血的。刚刚不，我觉得 ADC 没有 ADC， 你照他买没有错。ADC 你先买他叫你买的，然后再买那个 O 开头 offensive item， 把它买齐了就行了。看你看的样子就，就整个就打手枪的感觉。你玩谁啊？哦，有点多，阿波罗多，你从差不多看你大的直播了。是啊，哇，对面组合好可怕。玩的比较久而已嘛，就是玩的比较久，可是通常玩的比较久就表示比较会玩了，可是也不是一定的。开始玩什么？开始哦！完蛋了，他要待在城里十分钟。然后道具买什么？有闪现的吗？道具哦，还要推荐你买什么啊？好了，没问题。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大，还好。哇，这个模式会玩很久哦。好了，我回来了。买了一些装备就没钱了，我的。买什么东西啊？这大地图比较少玩，这次第二次、上次跟大家一起玩。这玩很久了，感觉都玩很久哎、欸。大家玩、没有，就山路啊，就是很平常的山路啊。对啊，一看就知道我打单中了，好不容易讲。哦，又激活了。不要啦，你打单中会被痛宰了。没有啦，我跟人家双一条路就好了。一看就这个感觉，就是说，两个打上，两个打下，要不然的一个打追击啊。敌人在中间，敌人在中间。先拿那个 buff。我在等呢。谁可以帮我打这一个 buff？ Damage camp， 打这一个。攻击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打他就对了。怎么会去找你啊？打。我在打，在打。我不知道哎、我比较可口吗？他是男的，所以他喜欢，他喜欢裸女。Thank you。走了。敌人来哦。这个要吃尾刀有点不可能的，我觉得。你打到我也有钱的吗？中路怎么没人呢？对啊，因为都旁边两侧。刚刚谁说要单刷中路的？刚刚谁说要单走中的？没有刷中路啊！不是，那个 tree man tree man 说他要单走中路。没有，我来了，我去中路。那个弓箭手你要待在左路了。我在左路了。我去中路，我可能会被秒掉。Leaf， 你小心哦，那个猫女是个很强的刺客，她会跳到你身上，然后。猫女吗？对。猫女长怎样？就是右上角那个吗？不是啊。左边那个，左路的那个猫女。左边那个。对对对。哎呦，那她机动性很强。哇塞！我一个人打两狗，会不会太恐怖了一点啊？还是你要来中间，我都可以啦。我说，我要来中间好了。可是我们的弓箭塔会被打啊。没关系，我没办法单出。哈，你是远距离还比较好单
单推说。你居然死掉了。好了，我去左边，我去左边。来喽、哦。那猫鱼跟波塞顿都在左边呢。确实拉死了。远距离不错啊。远距离果然是好事情。地图有点看不习惯，也有点大。你会觉得这个地图很，你在野区里会迷路，然后你迷路你会撞到墙壁，那你会觉得很糟，你被卡住了。什么东西啦？哎呀，去面不要乱来，好吧？游戏是回家的，我真的忘了，我告诉你，真的忘了。好吧，佩服了我。整个就忘了，抱歉。按 B 就可以回家了。多推一点哦。没有，我突然忘了啦。我哎，这个好像是没有回家。我就整个没有，我打了刚刚那个游戏，不知道那个回家。我想想，他不可能，不能，当然不能回家，这个可以回家。我好强哦，他技能。他们都四级了，小心一点，他们有大招。啊，没有，五级才有。那还好，还好，五级才有。我来了。哦，走 ，Go Go Go。先打下一只。猫女拜拜了是？太低啦！啊，这个网速，快点！哇、啊，走了。猫女在这，哦。Oh shit！ 哎，猫女走。我没有蓝，所以。啊，这是猫女。哦，你没打中他。发生什么事？好混乱的。啊，回家。哎，你回左边推线，然后拆塔。我那我打最左边是不是？最左边塔吗？我突然放了个大技，整个人飞了过去。你要把兵推进去才能打，不然你会被塔打死。那我先打最左边哦。啊，你就暂时在那路待。哎、欸，我要怎么把那个旁边右边的那个 Curse Voice 的标志移动一下？它挡住我的地图了，怎么移动啊？不可以移吗？这样我很容易被 gank， 看不到地图。刚刚给那个狼人 gank 两次了，哦，就觉得很可爱的，要打他一下。那个狼人大招是把你叼着跟他一起走，很可怕。哇，他风机这个人技能，我知道了。烟要上了吗 ？I'm ready。哇，他们两个的技能合起来好强哎、欸！小王爷，哇，那个狼啊，那有点远了。干章鱼。有点远。他直接过来放大招。战斗打假的。猫女王。猫女来了！哇，两只波塞顿在前面。啊，待不住。他还在，我来了。他在塔旁边哦。我进去了，可以。看一下。好，你按着晃。可恶。杀一下！哎、欸，波塞顿，阿波罗漂亮，进去！碎！哦，亚飞！哈哈，不行啊！我放分身了，他绕路了。那个分身可以缓速吗？还是不行啊，只是会让他绕路啊。因为可以减慢他，我可以杀他、欸。算了，没有用。哇！我有预感我们要输了，我去拿一下 buff。你那个大招很厉害，你那个大招使用时效是你有多少魔力，你就可以放多久，所以你可以骑在上面，等到好的位置再下去。可是骑越久耗的魔力，大哥还可以自己扭。我刚刚第一次放的时候，不知道飞过去给他杀掉。而且他下来的那一下好像会有什么的。左边我来了，左边，
准备打啊！你有大吗？我有，我有大，我没。上威来了。打谁？不算对了。都行，随便。我打不算对了，先帮我们买一个。啊，所以啊。哎、欸，另外一个嘞，跑哪去了？哪里跑掉了？那我去拿左边的塔。啊，你们推线，然后把左边塔拿掉。过来，帮我打左边。我下左边吗？啊，谁被狼吃掉了？他那只大自己把我站在中间呢，动不了，卡着的。宙斯走掉了。哎、欸，猫女在这里哦。波塞顿回来了，我老跑了。可以插眼了，我这个游戏有眼满了。有眼啊！啊，被拆了。我拆了三分之二。他的狼人，他狼人在真的是在打那个打野区啊，他不停在野那个晃来晃去。帮右边把路推出去吧。觉得拳头还是要买那个铁拳的比较好用，铁拳的可以晕对手。拳头来了。哦，那个啊、哦，我知道你在讲什么。那个我没有买那个 ，Jungle 才需要的。那个不，其实那个不需要 Jungle 才要买，那个拳头玩辅助还是坦克都会买，因为它可以替你多一个 CC 技能。我玩坦我都会。买那个回血。哦。左边小心。围攻啊！哦 shit。左边有三只。等一下，我进去塔杀。可以啊，我有大技啊！你要是要进去吗？你要去塔杀吗？好。漂亮，还有一只。我量了好久的呢，那个位置。别追我！不要追我！中间呢？不停在边上教学怎么办？哎，小心 ，Loki， 猫女。我知道，看到了。我有隐形，不用怕。那个波塞顿没魔了，我觉得可以杀，我们绕过去杀他。哎、欸，猫女在后面，看到了，隐形了。后退啊，弓箭手还在打。我在跑啊。你刚刚应该跑远，后退一点的，我隐形就可以打到他，有点可惜。哎呀，那狼人又在上面了。钱好少哦。可惜，这游戏这一个场景的钱赚比较慢。小心哦，我觉得他会过来把我们双杀。那我再说。把我靠走了。再见。差点死。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暗杀左边。他刚刚他把我丢走了，知道吗？这直接把我咬到后面去了。然后放大镜那下不是无敌的，原来。好凶哦！ Oh. 这个狼人好难打。这样一跳过来，我就把我丢走，然后差点就死。我来等我大招回，好把他干掉。有种继续待在这啊！
就没动。闪人！我玩什么位置？我玩 carry 啊 ，assassin 刺客吧，不知道算不算 carry。安安拿浪人，左边攻线。接着把中塔，我去中塔，接着推掉去打中间吗？等一下 ，Nif， 你往金色那个图标移动。金色图标？对，地图上有金色那个。金色图标在哪里啊？在我移动的方向那里。你看到？那看到金色。金色图标？不是，你不是那个？我在红色图标对，你在金色图标那里有一只怪物。我看到很多。先别打，你先别打，等我到。先打完这个 buff， 我已经跑到那边去了，还没打而已。打起来了，等一下。哎呦！好女，好女过来了。快，我来了。跟他打。我下来了。按错了，上暗城市。暴击是哪一根人？Loki， 走，我们去打金色那个。快。Loki， 走，打金色那个。打得赢吗？打得赢，我有强化过重金。你跟他背后输出比较伤害比较高。我是站在他背后啊。小心啊！我觉得要挂了。先回去了。Okay， 拿了一个帮右路，然后你们中路应该可以把那座塔推掉。打中塔啊！哦，谢谢。就是在中路。有人说我很猛。左边。还有啦，我也是，这游戏我也是新手，玩不久。宙斯来了，脖子有点痛。宙斯就被打中间的塔，宙斯我一下就把他干掉，不用担心，我在中间。我等我大招回好就可以直接把他干掉了，不用太推哦。那个，哦，你后面，冲到后面了，哎呀，这猫女，为什么搞暗杀？还是刺客对不对？哎呦，他把我叼进塔里面了。我靠！哒哒。Hello， 等你啊，就等你。你没有打，没有坐到他头上，你要坐到他头上，压死他。你要，你不会输掉吧？怎么办？快走啊！走了。接一下，没事。我要去暗杀。很难，那个大技很难控的，你知道吧？对，那个大招很难控制我，我用过那个，不像 Sanatol 那些。飞的那种技能这么好用，因为那个怎么讲，用速度更快一点。右边，我在后面的右边，上，打，好像不用你上了，我直接把他干掉了。可以去杀他，要推塔吗？这个，对，把这个塔推塔，打他一波啊，可以，哎，不用，没有血，好啊，来呀，来。来呀，所以喽，人鳄鱼的回血好强、啊。来买一个，过来杀这个闪现，我来了。宙斯就是一个肉。欸、没有宙斯，现在我们没有他视野，他等下就是。好了，我们看没血、啊。哎、欸，那我去左边。哦、好可好快哦，一下子死掉了。我还没到中间呢，小心！
中路这样。打中间那个塔吗？我在打了。你看一下。看，他们好像过来了，人都不见了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右边有两个。哦，右。好像过去了，可是你们应该逃得掉，一个有隐形，一个有传送门，可以。我的右边地图被挡住了。你不，再过去了。喂。我跟你讲过了。OK， 拆掉，后退后退。别杀！我要去帮右边了，小心小心，撑住啊！我来右边，撑住撑住。Oh, good job, good job。撑住了。黑帝斯没开大，他等下可能会进来，直接开大啊。我直接把他秒杀好了。喂，这边上那只帮助他没有？哦，转角遇到爱，转角遇到爱，转角遇到爱。哦，传送转角遇到爱，不要走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走那么快？一刀拖好久。优塔也拆了，优塔拆了、哦。你们走路好快耶，怎么可以让自己快一点？你有买鞋子吗？买鞋子？为什么你们走那么快？我就觉得有点夸张。还有一些装备是可以加跑速的，有些装备加跑速。Oh shit！ 我要死的。Oh no！ 全部的大放在一起，天哪！啊，天哪！你反应到就挂掉全部。哇，好爽！哇，我终于死掉了，拖好久。哇！大鳄鱼已经老丑了耶！鳄鱼，你大头都是大鳄鱼。我去拿 buff， 出了，等一下可以打。嗯，你们拿完 buff 来打金币，我去回家守右塔。先顾右塔，先顾右塔。守不住，守不住，气了。啊，守不住，守不住。啊，等一下。好，我看能不能开战。他们会不会在吃那个？是那个吗？神金币吗？够够够！哦，看到肉了，宙斯出现 ，fresh meat。喂，哇！宙斯不见了，闪得挺快。然后我开小电灯。没有，就是在这边啊。我知道啊，但是他已经退后了，所以算了。他在后退，他在后面对。哎、欸，他好像跑回来了。打他。他回来，他回来了。你们把左塔给推了。左塔吗？那我过去左塔哦。哎呦，小心猫女在你后面。打猫女，打猫女，后面啊。给我卡住。好，你们打金币了，你们有坦吗？打金币打没有坦的。你们打打看，打不了就不打了，回家。打得了，打得了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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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走走走走，回家回家。回去补血，回去补血。哎、欸，不行啊，我钱不够，算了。哎、欸，我好肥哦！没有人上万，我已经一万一了。Go go go！ 24秒 buff。我去右边好了。好的，血2000。我们去右边收肉。洛基，你小心那个狼，可能会咬你。那个咬那个控制很强。对啊，咬很久，所以我才买了闪现啊，看能不能跑得掉。对啊，去啊，飞过去啊。先杀黑帝斯，他们输出比较高的应该是黑帝斯。我已经在这边等了，走了走了。我先上，我先上。OK OK。等我。好，我过去了。哎，阿波罗。哎，没有。我相信你们可以的。
抓到抓到抓到！哎，神奇宝贝，神奇宝贝球，神奇宝贝球，神奇灵球那里。快弄死！好了，行了。还有一只。哎、欸，跳走了，可恶！我带你慢走了，我追不上他、欸，他好快哦。你们把右边推了，右边推右边。推右边，我去守中。我开始会那个大技了，挺好玩的。猫女在这边。我开始会了。哎、欸，不是要推，不是要推右塔吗？怎么只剩我一个？OK。你可以去吗？猫女在那边，猫女在那里，猫女右塔。哎、宙斯不见了，你们注意哦，宙斯消失了。先打塔吧，考虑一下，先打塔。先打塔，先打塔，随时撤退哦。哦，后退后退，他们来了，后退后退，全部后退。不要贪，不要贪，走走走。你们现在已经来不及了。那阿波罗，阿波罗，你很慢，阿波罗，快点的！阿波罗，别跑！哎、欸，阿波罗，我有冲击能力。阿波罗，你可以死了！怕死了！哎、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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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救了你，好不好？真是的！妈，我有推走的技能了，我要。哎、欸，要上了吗？要上也是可以的哦。大技我随时可以飞出来啊，无所谓。算，我回去买东西好了，算了，因为我蓝不够。蓝不够的伤，当时我就飞出来，我大技好像全地图的，对啊，算你只要魔够多就是全地图的，魔不够就只有短距离。啊、我全地图的、啊，你要哦，他是飞在上面一直扣蓝这样的，那一只我没用。对啊，然后找到那个点一按就下来了。哎、欸，他们人怎么都不来找我，奇怪。右边两个，这样还有三个人可能会来找我。一个在左边。啊，你们有没有看错？好、哦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有人。打全推了。没有，接着是凤凰，凤凰才是关键。先打哪一个凤凰？好，都一样哦。你看兵线。那打不动我了。那就集中打一只吧。我靠！我一个坦克，他们打不动我。哎、欸，打左边这只，快快快快快！我已经在了，在了。用左边，用左边，用左边。他们。左边，左边，最左边，最左边。先打完，打右中间。下一个。打中间。我坦。左边要打吗？不要，右边的。直接打了，他们在拆我们家的。要打吗？要直接打那个？好、啊，直接继续打，继续打，对对对对对。可以，直接拆，直接拆，直接拆。拆了，拆了，赢了，赢了，赢了。赢了，我们拆了。快！嘿，碎啦！鸡了，杀十八个人十二次，不错不错。真的假的啊？刺客都是这样玩的，正常。这个才叫刺客的嘛，我刚刚那几只叫刺客干。你那个是背刺吧？你那是背刺。刺客差那么远。背上长刺。用一点正常一点的角色，你看你有多强哥啊！不讲。好了，直播先到这边结束啦，谢谢各位的收看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